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，我们和全国各族人民、全世界的中华儿女，请甲辰龙年的到来。纸飞机呀飞呀飞，飞到了路当边，带我去看末日晚霞，还有看繁华的天。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我是浪花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想哭。